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圣米丘教会闪闪细胞小组，我系 Auntie Lilian， 我系阿勇。多谢你接受我哋嘅邀请，同埋抽出宝贵嘅时间参加我哋嘅圣诞线上布佳音。今晚我哋要为你带嚟平安之子耶稣基督嘅好消息。由于今年嘅新冠肺炎病毒嘅疫情，我哋唔可以好似往年有好大同埋好欢乐嘅庆祝，同埋好靓嘅圣诞装饰。但系今年系特别嘅一年，因为每个人都有尝试不同嘅经历。虽然咁样，冇乜嘢可以阻止我哋向你分享神嘅爱。所以今晚我哋会为你带嚟线上布佳音，同埋分享圣诞信息。今晚我哋要为你唱嘅第一首歌系《齐来众主信徒》，O Come O Ye Faithful。要与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八至十四节。在伯利恒自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 Hello， 大家好，首先要多谢大家接受我们的邀请，参加今年圣米丘教会在线上的圣诞节布佳音。今天可以讲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之一，就是这个新冠病毒 COVID-19。 这场从去年开始的疫情
带来这个世界很大的影响和一个的冲击，比如说旅游业和这个的航空业，甚至教会都受到影响。在往年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都会出去向亲戚朋友来到唱圣诞歌。今年呢就要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共欢圣诞。2020年可以说是其中大家不会忘记的一年。有网民就在社交媒体这样说，2020年真的是老鼠年，因为2020年是老鼠是鼠年嘛。尤其是在一个的管制令的期间，就是 MCO, 日日要匿在家，没嘢食的时候就出去搵嘢食，然后呢就马上的又回到家匿埋，见到人的时候就要马上的闪，就是鼠年呢大家都好像老鼠一样。所以有网民就这样说，鼠年呢就匿埋不出街。2021年的牛年呢就是大家要勤力搵食挨世界了。咁就好似条牛咁样。咁大家都期望到咗2022年的虎年呢，咁我哋就可以恢复强劲，虎虎生威。到目前为止，一个嘅冠状病毒已经系感染咗全球超过218个国家。全球已经有超过5800万宗确诊的一个的冠状病毒，也超过140万人死亡。这场的疫情不单止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个疫情也夺去了人所渴望的那个的平安。我们每个人都要平安。平安的那个的相反呢就是没有安乐。我哋希望就係活到可以活到我哋嘅生活係平平安安、安安乐乐啊！就算搵少啲，就算食少啲都唔紧要噶。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大大细细都能够平平安安啊！喺过年嘅时候咧，有啲人就有咁嘅习惯去买啲好意头嘅嗰啲嘅成语贴纸咧嚟喺贴喺屋企。比如讲龙马精神生意兴隆有啲人呢就将一个嘅贴纸出入平安贴喺嗰个嘅大门嗰度有啲人呢就可能贴喺嗰个楼梯嗰度呢就係上下平安，即係上上下下都平安甚至可能有啲人呢贴喺嗰个厕所门嗰度讲咩大小都平安。有时候我打电话回去给我妈的时候，在收线的时候，我妈有时候都会讲一句话的，最重要就是大家平平安安就好了。我们知道几句的那个的诚意或者贴纸或者讲两句平安的话，是不能够给我们真真的那个的平安。我哋心里面嘅嗰个平安系好容易俾世界嗰啲嘅事物影响，俾世界嘅事物夺去嘅。去做个身体检查，检查到嗰个嘅糖血糖高咗啲，开始担心啦，开始冇平安啦。点解呢？担心有糖尿病，心脏跳快啲嘅时候又紧张啦，紧张咩呢？又担心有咩有一个心脏病，又冇平安啦。家庭里面的事物都会夺去我们的平安的。比如说担心细蚊仔的将来细蚊仔要出去读书啦，担心细蚊仔会不会学坏啦，会不会不听话啦，担心我们的仔会不会被人呃啦，或者担心我们的女儿会不会嫁错郎啊。所以这么多的担心呢就使到我们没了那个的平安。可能你啱啱去咗一间店买嘢。听日你打开报纸嘅时候呢就写到一间店呢俾命令关闭两个星期。因为点解呢？有一个员工呢就确诊有一个嘅新冠病毒。哎呀，睇咗之后又冇平安。有好多嘅事情会夺去我哋嘅嗰个嘅平安。有人讲你可以用钱买最贵嘅一张
床啦，甚至嗰张床能够俾你十年啊，嗰个嘅担保啊，嗰个弹弓啊，可以俾你十年嘅嗰个嘅担保，但系却唔能够担保你每晚又觉好瞓，一觉瞓到大天光。圣诞节就带俾世界一个嘅好消息，喺2000年前有一班嘅天使就向牧羊人嚟到报好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消息呢？是一个平安的好消息。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报佳音的一个的活动，天使就报了，他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原来圣诞节是要给人有平安的，这个平安不是给我们什么贴纸，这个平安不是说给我们两句平安的话，这个平安是什么呢？是赐给我们世人平安的那个的源头，就是一个的平安之子耶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对世人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即是不要怕。这耶稣所赐的平安是从天上来的平安，是可以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容易被世界那些事物影响或者是夺去的。英文圣诞节这个字呢就是 Christmas。Christmas 里面有 Christ。Christ 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基督就是耶稣的意思。有人说 Christmas 呢攞走嗰个 Christ 啊，即系攞走个耶稣咧，就剩翻 Mass 啊。咩系 Mass 咧？有人讲就系 Mana Ada Sejahtera， 边度有平安啊 ？Sejahtera 就系平安，就系 Christmas 冇咗 Christ 就系 Mana Ada Sejahtera， 边度有平安啊？但系有咗 Christ 之后咧，就系 Christmas 啦。就有咗 Christ 之后呢，嗰、那个 MAS 就係 Musti Ada Sejahtera， 就係马来文就一定有平安咁解。各位朋友，我哋知道呢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唔会係世界最后一次嘅最后一个嘅嗰个嘅疫情，佢亦都唔会係世界最后一个要面对嘅嗰个嘅危机。世界的事物会不断的改变，日后可能有其他的疫情，日后可能有其他的危机，我们要去面对的。但有一个不变的真理，有一个不变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2000年前耶稣这位的平安之子诞生了。他要将每一个人心里所渴慕得到的那个平安呢，来做送给世人。你可能在你一生里面错失了一些的机会，或者在圣诞节里你没有收过什么特别的一个的礼物，我希望你没有错过这一份的圣诞礼物，打开你的心来到领受从天上来的这一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那个的平安。虽然大家有个奇妙蒙福的圣诞节，现在我要请大家一起的来到唱一首的圣诞歌《平安夜》。Oh yeah.
现在让我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虽然我们在目前面对疫情，我们仍然能够经历你的平安。多谢你2000年前诞生在这个世界，将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带给我们。我们现在特别要为着在荧幕前和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朋友祈祷，愿你将你的福气赐给他们，让他们经历同埋领受你从天上嚟嘅平安。我哋也祈求你赐给佢哋各方面嘅需要，求你保护佢哋免受病痛同埋危险。若是有病痛嘅，我哋求你医治佢哋，求你祝福佢哋嘅家庭，一家大细都出入平安，健健康康。愿佢哋喺今年嘅圣诞节认识你一位平安之子。我哋咁样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再一次的多谢大家接受我们教会的邀请，能够在今年圣诞节向大家报佳音。我是容牧师，我是神迈哥教会的主任牧师。在这里就有一个的报告，就是我们教会在12月24号的平安夜和12月25号的圣诞节都有特别的聚会，欢迎大家出席和我们一起的庆祝圣诞节。我们教会每个星期日都有线上的聚会的，我们可以参与我们教会的面子书，就是 Facebook 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得到更加多的资讯。最后我要邀请大家和我的教会的同事和我们教会的领袖理事会一起的来到唱这首歌，祝你有个快乐圣诞。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